路上也会看到我们现在北京城到处也是我们全智贤和金秀贤拍的这个平面的广告。那不知道这一次拍广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네이번에오면서사실많이놀랐어요뭐굉장히많은 곳곳에저희사진들이많이붙어있어서무엇보다도아무래도뭐별그대의인기가높았기때문에저희가갖는영향력이아닌가싶은생각이들면서되게감사드렸고요그리고광고를촬영하면서뭐에피소드들은뭐랄까저도사실핸드폰을물로씻으면서물로씻으면서그런장면들이굉장히어색하긴했는데요그런것들이굉장히재밌더라고요네是的，我来的路上还蛮惊讶的，因为我发现全程到处都有我们俩的照片，所以又惊讶又感谢。那我觉得这应该还是托星星的福，然后呢让大家这么喜欢和支持。然后在拍广告的时候，我需要拿手机去洗，但其实这个动作我还是不习惯的。对，对，就当时他洗那个手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在家里做饭洗那个菜板的感觉，哦，好自然哈、哦。对、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过的一个 VCR 呢，是现场观众。今天下午录制的、我们还准备了一个 VCR 呢，是我们在北京的高校和街头随机录制的，有不少的观众呢想问你问题，所以之前你要给大家解答一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好，我们看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一下全智贤小姐，你平常喜欢运动吗？你用什么方法来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哦，这两位，这个我也很想知道。这两位墨镜是甩裤的，是不是？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保持身材的方式？我很喜欢运动，运动，예，很喜欢。네그래서운동매일매일해요매일매일운동하고뭐별달은뭐사실매일운동을하다보면뭐운동하기지루할때가많은데그래도매일몸을움직이려고노력하는게일단기본마음가짐이고요뭐매일하는게있다면전유산소위주로뭐땀을많이흘리고예운동하는편이에요啊，是的，我很喜欢运动，就是几乎每天都会运动。但是你天天运动的话会让自己有点无聊啊。但是呢，我的心态，我最基本的心态是先让你的身体动起来。然后我平时比较喜欢做有氧运动，让自己多流一些汗。对。好，那先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陈志贤，你好，我是北京五道口三星手机体验店的 SMC， 我叫姚慧明。我想问你，你今后的事业重点会往中国更倾斜吗？会不会更多的考虑来中国活动呢？아중국많은중국분들께서불러만주신다면언제든지얼마든지올수있습니다한국에서여기까지오는데한시간반밖에안걸려요그래서 얼마든지올수있습니다只要中国的朋友给我发出邀请的话，随时随地我都可以来。其实到韩国、到北京的到中国的距离只有一个半小时，所以只要你们叫我，我都可以来。哇，那我们要多叫叫他了，好不好？哎呦，我们就别叫了，就别走了吧。对，我们就一直叫，他就一直不走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同样也是我们的在街头的采访，来看一下。你好，你好。我们是清华大学社清华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我叫金在明。我是程正勋。我叫金明树。那个我看来全智贤你在那个连续剧上唱歌唱得不太好，那是演出来的呢，还是真的唱歌唱得还是不太好呢？小伙真实在，其实是演技。那个唱的。要真的演那个很辛苦哎，要如果是会唱的人要演不会唱，演不会唱，因为要走音，还要那个、破嗓、对、很辛苦吧那个演出。啊，노코멘트하고싶네요。啊，这个我可以不回答吗？뭐영노래를그렇게 많이잘하는편은아니지만뭐열심히하려고노력은했어요네근데워낙재미있는신이었기때문에노래실력보다도약간그런재미를주려고노력을했죠是平时是唱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为了唱好还蛮努力的。然后那个场面其实不是想看唱功，而是很欢乐的一个场面，所以我就往那个欢乐上下了重点去努力。可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管她叫全女神嘛，嗯，但是她在里面不管是唱歌，还有包括那个求婚舞，都需要非常的豁得出去，就非常的不计形象。
所以特别是像、那个、就是有朋友说嘛，就是全智贤的演技特别的好，因为他可以无缝连接，从女神跟女神经之间的无缝链接，特别自然，特别的好。哎，那个求婚舞的时候会不好意思吗？会吗？그거보다사실더한장면도많았기때문에뭐창피하진않았고요저는개인적으로많이슬펐어요그연기를할때요그래서창피하고사실기쁨어떤기뻤던장면보다도굉장히개인적으로슬프고좀안타까운장면이었기때문에좀그런감정이더컸었던것같아요아其实整部剧里面比那个还要过的场面特别多，所以没有那么不好意思。然后，其实，在那个场面的话，对我个人的心态来说，当时那个场景是蛮伤心的一个片段，并不是那么搞笑的部分，所以没有那么不好意思或怎么样。其实是把感情放到这些夸张的表演里面。这就是一个好的演员，让你笑着哭，让你哭着笑，对不对？